让我看到很多事情。我看见幻象，成千上万的不死生物，踏遍整个北列境，是为了寻找一股强大的力量。当我试着连接到寒冰的深处，却发现自己什么也感觉不到。去吧，到寒冰皇冠北边去，我会让你看看我见到的幻象。不死大军穿过整片冰原，寻找着阿萨斯觊觎的宝物。在前面看到了吗？这些骸骨来自于最古老的龙，它的力量强到无法想象。但这里只剩一片茫茫大海，我也感觉不到不死生物。找只青铜龙问问看吧，保护历史是他们的责任，不用太仁慈。真有趣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黑暗的时代会过去。再会。知道些什么？他们把秘密都藏在龙年神殿底下的惊鸿圣所里。他已经先通风报信了，红龙会等着你。历史记录一定就在圣所的某个地方，至于这些红龙的生杀大权，就在你手里。北方飞吧，
寻找冰河，寻找你的命运。漫天风雪之中，别放开缰绳。就在这里，我能感觉到你的补给品被冻住了，不死生物也被埋藏在冰雪之中，看来考验你意志力的时候到了。当然，要是你死了，我就会重新掌控亚谢洛。阿萨斯对这座堡垒有复仇计划，但我有别的想法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越靠近了，我感觉到前方有生命迹象。需要目标，你会为这个失落之地带来腐化。我需要目标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觉到附近有许多不死生物，他们在吞噬生命能量，抢回能量，杀光他们。Thank you.
窃取了巨龙的生命能量，现在想办法好好利用它。现在没有黑暗力量污染它。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晦邪能量，目标唤醒这头龙。我现在证明它属于你。我喜欢亮晶晶。给我，要不拿走。